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们去哪儿啊？你我们聊聊呗，聊聊今天是在这儿做什么呢？咱们。你躲在我的光谱旁，我可以让你感觉不错。啊，谢谢谢谢您，但是您能给我一点什么好处吗？我就是我因为我累了，饿了三天了，我啥都没吃。什么也没吃？啊。你知道我的情况是三大美食吗？三大美食是吗？我一定好好品尝。但是我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吧，但是你们能给我什么关键信息吗？关键信息？对，我想要。金无畏老大人你好，您能给我什么重要信息吗？真的没有吗？那你们说要触发什么任务是什么东西啊？我们是随机去中。随机？再见。哎呀，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，各位。你这队伍挺庞大呀，志成哥。对。公子可要加入。真是。各位在此稍等片刻，我缓缓就来。完成一个任务可有奖励。这有银两吗？对。你稍等一下。好。那，哎，我也要，我也要。你帮他完成一个任务，走，走，跟着。跟着哥哥有，哎，为什么他是500，我是50啊，哥？你这个发工资也不这边，来，我这儿有个难题啊，难为我已久了，不如郎君，郎君，俊林，你赶紧把这条蛇熏起来如何？快快放下！来，郎君，你们这太吓人了，这个地方。郎君，帮我把这不要再喊郎君了，郎君是他命差点没了。这个地方不宜久留呀，宜久留，宜久留。你快点拼，我赶紧走。我再拼，你快出来，你快出来。来吧，郎君，最后交给你了。来来来，哥，你那银两能多发回来吗？我帮你完成任务。全数归你，你先完成这个任务。OK。哦，可以。哥，你可以把银两都给我吗？啊？这就是所有的银两。好，感谢两位。